早，我累到太硬了欸，天哪、啊！我以为我可以。哦，小怪打这么久，天啊！来碰阿小，哎，要死我，好像太难打了、欸。好累哦。往这走。
跳下去。Hello，Hello。小玉 ，Hello， 玩三天了吧？两天啊，拍谁？迷路啊！我机甲是第三只角色，之前啊，第三只角色，因为之前觉得战士太难玩了。嗨，怎么开门 ？Hello。哎，靠，怎么过去啊？我真的很不喜欢走这一关欸，以前走这一关一直迷路。上船水流流下来，趁机会挡住物品。嘿，然后嘞，水门开启。哦 ，Hello。这里哦，
打不死这只蜥蜴啊，我是该跑吗？咦，真的耶，北七哦，还要浪费时间。可以宰啊，我们在第一个伺服器。猛是指我跟兔窝的人啊。因为之前有那个事先登录。啊，怎么没有加魔力的？会死欸。快没魔了呢，都还不给我加魔力的。怎么喝到这个啊？白痴哦。嗯，好困哦。掉了，傻眼，早开完了。请问这是 PC 版本吗？是啊，不然它有手游不会这么精致吧？手游你应该看不到下面技能是12345678910吧？而且左右应该都会有个圈圈啊。
哦，地下一楼太难打了吧！我的天，差点死，我差点死啊，还以为打不过。今天下午，我在早上太早起来，然后去办很多事情，然后虾皮上面又有一个在很早之前给我下单，然后又在等黑猫来，然后就早上忙一大堆东西，就花了4小时，然后回到家剪完片已经2点了，结果我本来想说开台，结果直接睡死。然后睡醒之后，全身都是汗，我的天！那处于那种又冷又那种啊，不盖被子会冷，可是盖被子会很热。重点就是会为什么会冷，是因为我身上都是汗，啊又懒得爬起来，真的太累了。没事，都是支线。兔窝的一大堆放弃支线啊！冲啊！哎，我那个好像还没解，不解啊？我啊，我都想跳。独眼人，啊！多少游解？我全部解完欸，所以我场上没有半个技能好。有啊，有一个是农场的，农场那个我先放着啊。真的好想睡哦，反而在想说阿米狗有没有力气呀、啊？可是不参加阿米狗，我的观台观看数又很少，唉。什么独眼巨人派系？独眼巨人，独眼巨人，这个不要吵血了，难打死。哇哦，好痛哦！
阿米狗，你休息了，太累了，对不对？我最近也很累，可是我不能不参加哦。好难，好难过、哦。哇，太痛了吧！等一下，这什么鬼？注意，血剩一半。哇哦！不知道。